기에? 蝴蝶。 这是要干什么？你想让我帮你看着胡萝卜？不，我还要去抓蝴蝶呢。别跑！
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。还有什么要我帮忙吗？那就这样吧。祖国边境的天空乌云密布，哼哼哼哼。
适合我。长个儿吗？
原来这个就是能够快快长高的幼水呀、啊。检查一下我的身高吧。太好了，我终于恢复正常了。
熊熊，你刚才去哪儿了？瞧，所有的东西早就煮好了，尝尝看。
条熊熊帮忙。手丰衣足食，这才对嘛！甜蜜的生活啊，就该这样。熊就放松，就是这么简单。